你看我们也不是天天都是吃这些好东西，哎呀，这个还要不扔，其实我们也吃一点蔬菜，对吧？就是这个龙须菜，它跟那个珊瑚长在一起的，它的水质就像珊瑚一样，水质要求很高的。我教你们怎么做哈。哎，我备好了青红辣椒、胡萝卜丝，喜欢吃辣放点老干妈，最好是来点辣椒油，然后来点醋，哎，来点生抽，你要是口味重的话你就稍微来点盐，你要是口味不重的话就算了，然后就呼，想吃的话你看看能不能再找着在哪个地方，哎，可以来上一单。这是凉拌菜哦，好吃，这个一包的话呢可以拌两次，嚯，